Hello， 大家好，你哋记唔记得佢系边个啊？佢系 Luffy 仔啊！我要做主角嘅亚军得主。今集咧，我哋就会见到 Luffy 仔唔同可爱嘅一面。大家快啲上去我哋嘅 YouTube、Facebook 仲有 Instagram follow 我哋啦！好，唞一唞先啊。好 ，Luffy， 系咪？系咪？咁今次做亚军咧，有好多奖品啦。咁啊，嚟 photo pat 影相系其中一份啦。中唔中意份奖品？好中意啊，因为可以喺咁靓嘅 studio 之下有唔同嘅场景。佢今日表现都好好啊，因为佢全日都好开心咁样笑，咁就可以令到我哋好快速咁样影完啲好顺利咁影咗啲辑相。媽咪最喜歡就是這個場景，因為好像在個水晶球裡面的千秋一樣，跟你好像搖下搖下一樣，你今天的表現都很好，我獎勵你，你先笑得很開心啊，你的照片很漂亮啊，叻仔。我俾你望下啲相先啊！呢張我就最中意咯，因為佢叫 Luffy 咯，所以就想去著翻 Luffy 嗰套衫嚟影相。哦，好得意啊，好搞笑啊！係啊，同埋佢個笑容好靚咯。佢好中意笑㗎，佢性格樂天。係。因為 Luffy 就長毛狗啦，著衫仔咧就可能會遮咗佢啲毛，咁所以我就會戴咗好多頸飾啊，咁同 Luffy 影咗唔同嘅造型，咁就可以同佢有好好嘅回憶。咁媽咪今日最中意係邊一張相咧？邊一個造型咧？我最中意咧係佢今日有個造型咧，就係cool啲嘅，型格啲嘅，因為佢係一個黑鏡嘅倒影嚟嘅，咁所以佢之前咧就好少影一啲比較型啦，佢之前都得意啲啊、可愛啲啊，咁所以我就特別中意呢張相。今天可以帶 Luffy 嚟影呢一輯相咧，其實真係好開心啦，因為佢本身有好多病啦，咁所以就可以喺佢仲係好健康嘅身體之下，可以幫佢影呢一輯相。最開心我都可以影埋一份啦，咁所以我就可以同佢一個好好嘅回憶。你覺得佢望落去嘅時候係咪一個亞軍相咧？絕對係啦。佢個即眼睛就好精靈咁啦，同埋好有笑容咁樣。咁今日幫阿 Luffy 咧，你有冇諗過一啲嘅主題啊俾佢咧？其實都係襯翻佢嘅模式啊，因為佢又細細只啦，咁樣就襯翻可能啲淺色啲嘅背景就會啱啲。咁你會唔會提啲主人可能你可以帶一啲特別嘅玩具啊，叫佢哋攞埋過嚟咧？都會，可以嘅話就可能去做咗美容先啊，沖下涼啊嗰啲先。咁咧，同埋嚟之前就可能唔好食咁飽。點解餓住嚟影相？因為方便我哋可能就有時用啲零食去引下佢啊，咁樣咯。乾淨曬，阿 Win 好細心喎。我知道咧，你為啲客人咧就準備一啲咧嘅消毒用品。消毒用品咧係寵物都可以用㗎，係咪啊？係，冇錯。每次影完之後，我哋都會即時去消毒，咁大家可以好放心。今集我哋動物踩過嘅 fans 咧有著數俾你哋啊！就係只要大家咧嚟依度揾阿 Win 影相啦，就係參與佢嘅 package 嘅話咧，阿 Win 會有多一個禮物送俾大家，係乜嘢啊？呢個 package 再送多10張俾大家。哇！總之你們是訂閱了我們動物踩過界的 YouTube Channel， 也都有 follow 和 like 我們的 Facebook 和 Instagram， 當然就要 like my photo pat pat 的 Instagram 和 Facebook， 這樣你們就可以額外得到10張免費的照片，多謝 Win。